哎、欸，真的有僵尸潮啊！完蛋了，尸潮真的来了。开门有点慢，没看到僵尸啊！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很多只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兄弟，买啦，我吃素的啦！关门关门，隔门砍尸流。老衲没教过你们吧？隔山打牛都是真的哦。这样只是穿了皮。哇，完了！哎、欸，没子弹，没子弹。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玩一款新的手游，哎，不是手游，玩一款新的僵尸游戏啊！这款僵尸游戏其实是在去年8月28号左右推出抢先的体验阶段啊。然后这款游戏为什么刚刚会已经讲成手游，是因为我看它的画面，我觉得长得有点像明日之后啊，然后感觉玩法跟明日之后好像蛮像的。然后今天来玩一下，因为我最近找一些僵尸游戏找不到玩什么，然后刚刚去看一下 Steam 上面有这个游戏，然后现在好像折扣吧，200多块就有了。它主要是可以单人可以多人，经典的僵尸生存外加塔防建造陷阱和防御尸潮。哎，总之画面有点像黎明死线啊，这人物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哦，这个脸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最后一个有林祖母来了。要不要组个林祖母？哈哈，林祖母僵尸生存游戏，嘴巴打开，打开是怎样？啊，慢慢慢慢，谁会让一个角色嘴巴打开啊？哈哈，忽然觉得像周星驰里面的角色。哦，有男角女角可以选啊。欸、啊，完了，变回大妈了。好吧，换男角，我看到男角可以变大。哈哈哈哈，金公黑啊！我相信这连丧尸都找不到我在哪里了。小叮当，大熊。大熊，大熊，粉红色、绿色，好客。你们一定没有玩过游戏，里面是有和尚遇到僵尸的吧？哈哈哈！遭天鼻呀、啊，太挑衅了，这个鼻子太挑衅了，鼻子会说话，就变方丈了。有没有六颗痣在上面啊？方丈要六颗痣啊，他们有做六颗痣在上面啊。保存，为什么那么帅？哈哈哈哈哈！方丈啊。方丈，方丈，你有这一天啊，方丈！摧毁指向你获得研究数据，这么娘炮破坏方式哦！刚才我也是很凶的破坏方式，你、欸、可以破坏，可以破坏车子。其实我是有小刀的啊，哈哈，破坏方丈是很慢哎、欸欸。这个僵尸来吸点啊，鱼竿、油加盖、剑、标枪、伐木斧、绅士剪，哈哈，剪东西怎么那么绅士啊？蹲着剪就蹲着剪，干嘛要一定要站立剪啊？真是奇怪。方丈，方丈，你太有礼貌了，方丈。旁边有一只僵尸，看起来很弱，砍他，冲啊！啊啦！来啊，来啊！哇、哦，好像很生气哦，得到的方向还想活命哦。哎呀，我跳！哎呦，哎呦，跳舞，广场舞是不是？来啊，得罪方丈还想活命。哇塞，为什么砍不死啊？干你啊，大哥，你血有多少？哎呦！到底有没有斧头啊？没有吧？哦，可以做，可以做，哎、欸，做好了，哈哈哈，好快哦！哎、欸，我这像是快速键吧？那我直接切换应该可以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注意的。结果还是要砍树啊！可恶！我原本想要找一款不用砍树的游戏，等他攻击完再攻击。小看方丈，等一点点血。哇！可恶啊！你逼我空拳啊，小女。来来来来，好的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我可以捞到背后砍他。哎、欸，没砍到。啊，完了，要败要败。哎、欸，僵尸血量好多。OK OK， 有有有，分装分装。出门在外，稿子是你好帮手啊。搞起来，搞他。哈哈，敲下来的话要继续敲。哇，发大财了。哦，原来要全部敲坏才能捡。嗨，这可以卡。哈哈哈，动作好像。走的。有一次发现我，有一次发现我，哎呦，会跳的啦！一打二是不是？我跑给你们看，哎、欸，哇，跑好快，蛋姐啊！我砍，哎呦，一次砍两只，蛮赚的哦。哎、欸，后退砍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欸、吐舌头哎、欸，哇塞，吃我一口。方丈，你很久不用拳头啊！哎、欸，他还是会掉点耐力。阿贝，不要！哇，你这个家伙，臭阿贝！哇，阿贝你蛮会跑的。
我看这个可以打得到。来阿贝，我就不相信你卡不住你。欸、阿贝你会绕，阿贝好聪明。哇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蓄力攻击是不是？普攻的引力啦，金攻速的、啊。阿贝该减肥啦，阿贝。OK， 没有西瓜掉落。有枪欸 AK， 开场就一把 AK， 狼牙棒，狼牙棒，我要当尼根了，尼根来了，我看他伤害多少 AK， 伤害20，他是 RU 骑士欸，建筑，哦，哦，最后生存到，哦，建筑按住，哎、欸，好，好好盖哦，我以为他打我的楼梯，臭小子，哎、欸，打不到他，吃我尼根之棒 ，OK OK， 哦，伤害很高。修理要数值，快晚上了，材料工作台先做。啊、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亮起来了，五郎爹吧，五郎爹吧。哎、欸，可以爆头，所以七日杀来了，哇哇哇，这家长王比较强哎、欸。哇哦，酸啊，哇，关门。游戏 bug 啦！我专门可以砍到他们啊！专门砍怪有没有看过？方丈学坏了。哎、欸，他也可以，他也可以穿墙打我！哇塞，相扑哦！哇，砍他脚胶，砍你脚胶，砍他十二磁场。哎、欸，这房子比较好哎、欸，还可以关门。根本不用自己盖啊！完全觉得我刚刚那边好像不太好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僵尸潮啊！完蛋了。尸潮真的来了，开门有点慢，没看到僵尸啊！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很多只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兄弟，买啦，我吃素的啦！关门关门，哈哈！隔门砍，来啊，隔门砍啊！这是你们老衲可学过了隔门砍之术啊！完了啦，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吧！哦，太扯了啦！你们不能穿墙啊！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第一天就要死人了。算台米算台米，这叫隔门砍僵尸啊！隔门砍尸流，老衲没教过你们吗？隔山打牛都是真的哦。这样只是穿个皮，哇，完了！哎、欸，没子弹，没子弹，开不起来啊！子弹开不起来，为什么？我刚刚开不出子弹来、欸、开不出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还在，他们来了，太扯了啦！然后第一天那么多尸潮的啦，哎、欸，超多只哎、欸！快快快快，拿到拿到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枪了啦！你鸡巴烂吧你们！哇，太多了！哇，等等啊！开房去吗？哇，哇，来啊！一枪一个，我现在减少一只算一只了。完蛋了，我没子弹了！哈、欸、车子蛮无敌的、欸。只要有车子就好了、啊，他们上不来，可是我也下不去。球棒，泥根球棒流，哎、欸，打得到，打得到，泥根球棒流来了，现在堵在我家门口是不是？造死的！我怎么觉得我生气啊？哇，大胖你，哇，我上来了，等一下，哇，完蛋了，等一下，他们怎么上来了？太扯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游戏好变态哦！我玩的是普通模式吗？太多了啦！这什么鬼游戏啊？太扯！他们这有减少僵尸量吗？他们来，他们来，他们来！哦、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啦，尸体包太多，所以他们踩尸体包上来的啦。哎、欸，全部获得！啊，又上来了！下去啊，我击上！下去！哇！啊！不要让我击上！哎、欸，我都站不起来！哇！哎、欸，这楼梯上也太强了吧！我要敲敲爆他们，全
部变番茄酱嘛，剩没几只了，剩没几只了，剩下小小余孽。新年新希望，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。最后一只啊，来啊，单挑啦！屁孩最爱单挑，来啊，单挑啊！方丈才是最强。哎呀，我的尸体包，我的尸体包，哇、哦，全部拿回来了。僵尸很强哎、欸，我今天不用这卡点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这些物资要怎么打赢他。哎、欸，有大的建筑物哎、欸，哇，根本七日杀了。有看到前面有个大建筑物吗？